Hello， 大家好。上次啊，用大乐透没中奖的号码买了这个六注的双赢彩，九折六注都没中奖啦。刚刚呢，有看到了这张彩券放在这张投注单啊，放在桌上，所以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啦。所以又去买了六注啊。上次的级别跟这次的级别刚好是接续下去的，又给他买了六注啊。级别是。这边是110000231到110000236，这里是110000237到110000242的。好，这一次再给他一次机会，连续等于是12注啊，看看有没有机会，至少12注来中个一注吧。对，这个号码，也许啊上一期没中，也许这一期会中啊。来，一样用 APP 来对奖，来点选台湾彩券，来关闭选一选，对奖小帮手，马上来对奖，来来来。大一点，好，往上，紧张啊！这一次的双赢彩六注会不会中奖呢？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大乐透的号码会不会中？哇，又没中，又给我没中！哇，真的是一个大叉叉，又没中！哇，这样子已经这个号码，这组号码已经连续乌龟了12期了啦！所以这次啊，这次算这次的就好了，这次买了300块。所以咧，这次买的300块又是300块，通通做公益啦！啊，不是的，不玩了。这组号码看来，应该是不容易中的啦。好，所以咧，拿大乐透的没中奖的号码来买双赢彩，感觉上好像也不容易中奖啊。这个时间就到这边了啦。好，那这次咧就一共买了6注，花了新台币300元，所以就通通做公益，做了300块的公益咯。那谢谢大家观赏，再见咯，拜拜。